来自纽约的国际奇人神功齐飞龙宗师将于2013年1月26日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在希尔顿 West Cheese 酒店 West Cheese 厅举行免费聚集寿功回春养生开发青少年智力及防身演示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齐飞龙大师。为了弘扬民族文化，大学社区新老朋友的厚爱与支持，免费举办聚集寿功回春养生开发青少年智力及防身演示会，现场免费排毒、表演纸刀、定标、贴裆功等，仅此一场，让女同胞青春永驻，男同胞人老微不倒，为癌症患者解除痛苦，让叛逆的孩子变成理想的神童，像我一样青春焕发，嗨嗨皮皮，童心不老。另外，齐飞龙宗师将在中国传统春节到来之际慰问老人中心的老人，帮老人解除病痛，并演示延年益寿的秘传功法。有缘人可以和我们联系，一起做义工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联系电话18885285287。